少的哀怨已随风而逝，两个世界继续执迷，记载的离散已随听那杜鹃在林中倾听，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啊，身几许，聚散无常，心凄凄啊！这种歌听起来就是那么让人家心境安尼比人，升起来，嘿，那样嘞，所以这个那么就感动哎，嘿，刘家昌开始讲说受人尊敬啊，啊，不过这个歌词嘛写得就好哎，当然穷游那是不在话下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放眼当今天下无人啊，你要讲第二个都无第一个呀。我想呢，因为琼瑶呢，他有很多的小说，也嘛陪伴咱行过相当的少年的时阵一段真久长的时间。尤其在连续剧风行的时候，也每一部那是真的是赚人热泪点亮。不呀、啊，拍做电视嘛、哇，大家这样子很风靡，开始看。你记得做电视时阵，刚才也第一女主角拢是刘雪华比较多嘛，哈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或者开始找秦汉呢、啊？哎哦，秦汉，还刘德凯啊，哎、这几个帅哥很喜欢。是啊，帅哥美女的相配谁不会的？而且这段公司琼瑶，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也风潮实在不简单，又较早，而且今麦嘛，经纪人开始过来翻译刮出来，也洗出来的歌，你知道吗？有。这个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我们的今天这个节目呢，就在琼瑶的这个歌曲里面，好歌里面跟大家说晚安，再来一首《一帘幽梦》，拜拜。